给大家发个撒网教程啊，先把网理成个半圆啊，半圆形，把镜头拉近一点啊，让大家看清楚一点。把网折叠抓在手上，最后一抓高过头顶啊，从右腿前方提两个兜开兜门，然后弯腰从膝盖部位啊，慢慢的夹在虎口里面，慢慢的往上理，越理越高，最后抓一两三个兜，然后把前面的底杠绳搞在第一个位置，把网劈起来，打一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往左边，往后面摆出一个半圆，把坠子引导在下，拉出一个上面。